酸的狼狈啊，我肩膀抽痛的，我没力了，我们都没力了，看我们很凌乱。然后我在过程当中还有拍一张照记录一下自己的状态。对，我们刚可以说是上山下来，现在结束后真的要来这边吃一下东西，吃空包粉，我空包粉，我鸡丝。大的，大的，我承认。哦，错，我干面线呢？大的一起分着吃，分着吃好了。哦，你不饿？然后呢？荷包蛋，再撒两荷包蛋。嗯，煎的鱼肚，好两个。我一碗是湿的，我整个背都湿了。看一下湿背去。不要看他的胸，营养档。营养档，现在快十二点，出团啊是真的很辛苦，所以结束后啊，我们那个李远他都会带我们饱餐一顿啊。我们完美就是完美探险之前的两条香肠，一个大肠，下三个超饿。对啊。他这间叫旧贺家。就是我们台语都会把它讲成酒喝架，它是用一个谐音呐、啊。对，它是在军校路这边。我们回来之后啊，搜了一下附近，有很多间评论都大概3.5分，最大的原因是环境卫生问题。找了一间这里，觉得哎评论还 OK， 就直接来这边吃。而且它这边重点有冷气开到，所以在这个这么晚的时间啊，又可以吃到这个，感觉真的很棒。这个肉看起来它是片肉，一片一片的那种放肉，感觉很有味道，好像妈妈自己家里煮的。像那个刘妈妈的那个味道，哦，多加，这边有几颗啊？好吧，那是三颗啊，半熟而已。这蛋液整个就这样化开了。我跟这个拌拌在一起，又更厉害。这个辣蛮好吃，好，一处处不远，这是外带吗？送到我家？它还有这个中药材，在这个控肉里面。它正宗中最好吃的，正宗这样，一带椰多香，油脂的地方，你得看那个。比较饿。
你要跟我上班？我。塞很多东西给完了，因为他有做工的话，那天会特别冷。这边靠一站。